的衣服是吧？对，现在就要穿吗？现在就要穿。你们在哪里呢？这是学校发的活动服是吧？蛮亮的哈、哦。大小刚刚好，差不多码了。妈妈，哎，妈看一下娃娃。这个娃娃呢，你不够。二宝，看一下你的碗。哇，你的碗太小了吧？等下有个大鱼都跑了哇、啊。对，这个桶也小。等下有个大鱼都跳出来了。我要跑去喊张旭荣。张老师在里面。上车了，来。管这么多，帽子没关系。这有位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啊。今天是六一节，然后二宝学校搞活动啊。本来这个活动计划是我、小白还有大宝、二宝、小宝去的，因为今天下雨啊，主播工地没去做事了，跟我们一起去。现在车子已经准备出发了，我们先上车吧，走吧。开心啊！多抓鱼啊！你不听话，等下司机脚刹车，你跳下去。我们多抓点鱼可以抵学费的哦，多抓点，小白。一条抵多少？10块。那我抓100条嘞。那学费都不用交了。那也是10块，能抓到100条吗？等一下我，等一下看，等一下看我大显身手。好。